Cindy， 你还在找工作吗？宜兰县政府现在有农业缺工哎。那是什么？宜兰县政府为了鼓励大家从事农业，现在有农务员职缺，像是种植有机水稻、蔬菜、茶叶、金柑、草药等，非常有趣呢。怎么知道详细的内容呢？快打服务专线9251-000-3608询问。太棒了，那我要赶紧打电话。宜兰县政府劳工处关心您。